安山那列车呢，专提台湾的三国等河坝又短又急，降落太易，各位出生在海，凉水气、沿海天气，路灯上会有封闭沙，也得危害哦。山那路时的范围太低，保护太低，感受在海，发挥国土保安的作用。昨天1901年，日本书的台湾总督府公布实施台湾保安令规则过后，路开始调查编译保安令，更加保安令有46,700人公顷的限制开发，来提升山那保育水土，还有丰富资源在海的效果。一阵阵海风吹进过来，还看得到一些晴天。来到苗栗县中南镇的龙凤渔港，唔但抢有丰富鱼产，还看得到涨涨涨的海岸景观。航空五公顺风的健康小康，远远看那个戏拍摄，见这个里的风茶，其实佮是用来做风力发电用的。行个顺风，唔可能到贵太偏的，强悠悠的树那，佮唔但像系宽敞天气，也含有防风避沙的作用。亚洲的防风避沙的保温点，地路中的半叶树木马王亚条，有唔降天寒、防风同耐寒、唔降风沙的树诶。要海岸的话，要进最接近海岸的部分就是做定沙啦，然后在后面就是造林。要防风嘛，那就是黄槿啊、木麻黄。那比较内缘的地方就是油水黄皮可以去，还有白千层。平定顺思岩桂村岩航头美丽岩马拉邦山的山那葡萄，海拔1,400公尺，建筑的秋天就会是山风严重蓬树的好时节。除了休闲观光，民众可能都唔知，也特别其实行去顺岩含阳的保安林。主要就含阳的太阳海来进山海的顺岩，而且面积又好大了，因为所以变开开发掉去，当我要加个好人才啦吼，故说也去搬运了1,500人公顷。就林务局的资料，一下台湾保安点的面积，从1801年已经有46公顷较加，全台湾各地都有。就使用的石桥，总共有16种的保安点，主要分作三大类。第一类保安点是保护水土，主要是爱涵养水源，通风耐沙流失体。第二类的保安林是爱防风避沙同海水、河坝水替它的危害。第三类的保安林打扮一身青悠悠的涨涨涨的风景，来改善民众的生态环境。爱保安林的意思呢，就是讲，遇到安尼离自然，遇到安尼沙石工业，个国土保安安有目的，唔免讲去可以采取些森林的主山或者副山或，唔免讲以禁止的观点来出发。我现在位置在大湖67马拉邦步道旁边。黑光玻璃杜红的树的藻体无就死体，也是独独在海里放体，都无去填统计，留底也重要的来保持当地的自然生态同环境。葡萄顺风的吼，是主要每笔防碍了着，了着登山客的个行的安全。所以，故说，你看也得要留意，一节要留意机台，机台本身有一条路好行，登记很慢，也唔会讲拿出去买也买个东西，因为啊，保安林都讲以次元为主。保安林是台湾宝贵的山那资源，经过有效的经营管理，营造出树那林地美的林相，来发挥。防灾、涵养水源也着功能，香港某民众爱地好下也着资源，将发挥业出生态的效益，做出国土保安的功能，安尼大家就不要天天的成百万件。下个节目林静瑶吴思怡苗栗报道。